可以，你这样的身体，这样的视力，没有，我平常很小心，我只是今天跟他们。平常什么意思？就，好，我偶尔会自己外出啊。所以你说不要开会，就想出去乱跑啊？没有，宝芳。 我只是觉得现在有很多事情我可以自己来了嘛，那再说我出门都搭捷运很安全。安全？你头会撞成这样叫安全？我不就说了，这就是意外。黄瑞杰，你想干嘛就干嘛，后果都不用想了吗？好了，宝芳，你想想看吧。我现在除了包计程车去复健以外，我还有什么机会外出啊？ 可是我也有想去的地方、想做的事情，我总不可能每天都等你有空的时候。你就是要等我，因为你是病人，好好休养很困难吗？好好待在家里不出问题很困难吗？不能一直贪图家里的安全感。我只要久而久之，我不出去，我会害怕人。你给我闭嘴！病都是理由，谁真的要做出什么可怕的事情啊？我还能做什么可怕？我不知道，只要你知道，你真的很自私。 真是啊！我说不做这些事情，我怎么感觉自己还活着？